奶奶，这个新衣咋买了？21的，哎呀，那累的，行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。我一天就挣11的，不够了。哎，这个不能买，我一脚也没下这个腿了。现在已经做好了，虽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完美，但是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很用心的，也值得纪念的。那么下一次我们将会用地锅，然后做出美味的食物。那喜欢不乖娟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，转发一下，评论一下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乖娟。前几天来镇上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个老奶奶在修鞋，刚好呢有一只鞋它这个拆线了，然后打算让老奶奶帮忙给修补一下。这个老奶奶用的是传统的这个缝纫技术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过来看一看修鞋，好吧？他们说，真是的，奶奶，我谢谢。谢谢。奶奶，你几岁了？你多大岁了？我当然我几岁了啊？七十五。我奶奶都80了。那你就学学干这个有多长时间了？就是做这个缝线。我母亲缝了30了呢。哇。高强好，教练真棒。自强能干多少？真的。那那上完还是啥路子呢？我都怕走不了。修好了，老奶奶的手艺非常的好，这双鞋呢也陪伴了我很多年，然后呢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。那我是不乖娟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哟，转发一下，评论一下，拜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乖娟。刚刚我在镇上，也就是我们的 CBD， 然后来赶集的时候，我有看到有收野菊花的牌子，然后我们家那边不是有很多野菊花吗，我就打算去采点野菊花，然后拿到这里来卖。
我接下来我们先去问一问看。Hello， 奶奶，咱们这儿收椰子花哈。这椰子花咋收？收两块。两块啊。俺家那边狗那边特别多，我打算就采点椰子花，然后拿过来。能收哈？啊，能收。给你两块啊，两块钱一斤，哎，20块钱算了，两天摘了这些啊，你这不容易啊，你哪个了？你上俺们那地里，俺们那那地里一天你们摘那个杭白玉，摘个70块钱。银行往南，啊，信用社往南，啊，往那和你去摘还暖和，还暖和，还方便。那我一会儿去看啊，好，谢谢，我走了啊。